我还是很希望聪聪可以得奖哎、欸，聪聪，因为我还在的时候其实有入围过一次，对，然后就是真的，因为聪聪真的很好看，然后虽然也还是很多，就是很多人会来私讯我说，就是很想念有我的聪聪，其实我也是还蛮想念大家。对，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去。如果有缘的话，他们如果来敲我通告的话，是非常乐意。那你有也可以找我代班啊，现在不是都在找人代班吗？对啊。那有传讯息给哪个成员吗？有，跟他们都还有联络。对，跟文琪也有。琪跟我说，他听到的是说我，因为助理没有跟华视签约，然后是只有跟电视台有签约，主持人才会报。那之前我们有报，我们好像听说就是他们的一个行政的疏失。哦，所以之前那个是疏失，这次这个才是。我听到的消息是啦，但是我也不知道，因为就是都是大家跟我说的。对对对。可是他没有被报上去，他自己。我觉得我们。都还蛮随缘的，反正我们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。那有一天我们一定会继续，像亮哥说的，不管怎么样，还是每一年都要努力。那这个节目，搞不好明年别的节目入围啊，对不对？就是在还可以在这个岗位上服务大家的话，就是都会一直加油。也希望搞不好有一天金钟可以入围戏剧啊，对不对？谢谢。